导读：男子上厕所被咬了一口，回头一看，立马打电话报警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说起印度这个国家，最让人深刻的就是奇葩了。每年都会发生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奇闻趣事。最近，印度又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事：一位男子在家里因为不舒服，于是上厕所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会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。男子刚坐在马桶上就被咬了一口，而且不断的流血，这可把男子吓坏了，赶紧回头一看，结果发现是一条蛇。惊恐万分的男子立马拨打电话报警和叫救护车。接到报警后，警察还不相信，觉得男子在开玩笑，但是在男子无数次保证下，警察才相信了他。来到男子家中，警察才知道男子没说谎，只见地上一滩血迹以及一条蟒蛇。